茫茫股海，诡谲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平化。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平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来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来202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封关日，除了完美封关之外呢，甜心老师在这一整年的时间有没有给你完美的操作，完美的获利，来封关日还继续让你赚涨停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太嗨了啦，真的太嗨了啊！股票放烟火放一个礼拜了，放一个礼拜，而且我们还提早放哦。来，你光光是这个月，甚至是近期本周的时间，我们的敦泰，我们的凯美，敦泰100个百分点。凯美120个百分点，也包括了经济独立的金居啦，还有美丽佳人的嘉玲啦，天天高兴的星星啦，都轮流的飙。老师一直在帮大家赶进度，而且尤其是在礼拜五，因为是休市，因为是三天连续假期，台股休市，把大家的获利都提早浓缩给大家了。你看多么的贴心啊，对不对？还碰到这样，开心啊，赚不够，赚太少。开盘我们就想办法赚钱、啊。哎，少了一个交易日，你看少赚多少？没有问题，老师都帮你全部都补齐了。恭喜啊、哎、恭喜我们今天新标股再赚涨停板。哎呀，老师说的那个卖我们的与时俱进到底是谁？哎呦，与时俱进。我前几天都一直在邀请大家嘛，有啊有新标股，嗯嗯嗯，我 LINE 上面也有贴、啊，有 TG 上面也有贴、啊、都有，所以我常说，我都是会提前邀请，是对不对？因为你可以买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，干嘛要跟人家抢呢？我好几天都想问老师，与时俱进到底是谁？哎呦，憋到我心里好难受，憋到很难受，很难受的，好想知道他是谁呢？一定要让会员买多一点嘛，即便他最近都这样突姐天天小创高，我还是觉得在地板呢、啊哎。即便他今天涨停。啊，还在地板呢、啊哦，还在地板。我就是底部进场买好买满，让它飘嘛。是的。上面像 LINE 上面、TG 上面，我都有提前告诉大家，什么产业就是汽车零组件、汽车概念、电动车概念。明年是大成长的公司嘛。而且呢，来哦，明年这家公司三箭齐发哦，汽车工业应用它可以赚钱，航太。科技它也可以赚钱、哦、医疗手术器械它还是可以赚钱。哇塞，它的触角很广、欸、这就是我常讲的吼，365把刀，刀刀锋利的公司，多角化经营面向非常多，产出营收的面向就非常大嘛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好，哪一档吼，来明示间暗示好了。好啊，这家公司四个字，好、欸哦，股民四个字，对，四个字，然后代号呢？45XX，45XX，好，XX66，哎呦，答案胡哲毅老师，什么工业的四个字，自己去查。感恩甜心，赞叹甜心，直接放送啦，老师真的是三点全了，虽然明示间暗示，哎，都已经把我还要再讲一次吗？哦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哦、好，没有，我刚才讲的够慢了吧？很慢、啊，我再练习讲慢一点，我们讲慢一点，45XX66。50块附近很好买哦，你 K 线打出来，这个礼拜50块附近上下一直晃哦。然后即便天天小创高，我还是在这里邀请大家。我说过，你就专注我的节目，专注我跟你邀请的股票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涨停59.4，恭喜会员，越赚越多啦！低档买进啊，哎，开心赚啊！低档买进就是不赢也难啊，不赚更难啊！所以我常说后操作没有很难，不要很难，你也不用东看一个西看一个，这边听来那边听去，你怎么抱得住股票？不用那么复杂，对啊，你就跟我一样啊，低档买了啊，低档卡位啊，慢慢买啊，慢慢。买点点啊买，太坦啊！今麦有看到不？点点啊买，点点啊坦，对吧？好，今天赚涨停，开心封关日、啊，太开心！我们就底部买好，等法人共享胜局。这个后拿敦泰，敦泰来举例就这样，哦、你记得吗？我十月底在买敦泰的时候，当时全市场也没有人讲啊，没有、哦。就像我今天告诉你的这一档与时俱进、现在市场上也没有人在讲，没有人在，通通不要讲最好，卖来乱，卖来乱哦！我这里有讲哦。好，那当初我在买敦泰的时候啊，一样啊，我也是慢慢买，慢慢买，它就是这样慢慢推。对，我说过了，买。
买完以后它没有马上涨停啊，嗯嗯嗯，它是慢慢推，对，慢慢推，哎，从十月推到十一月，嗯嗯，好，十一月终于公司出新闻稿了，嗯，新闻稿已经告诉你驱动 IC 涨价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又接到陆系的大单，嗯，又抢到三星的单，哇，单如雪片般飞来，订，啊，单如雪片般飞来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股价已经66了，钱钱就如雪花般的飞来，对，50块喷到66，完全就是这样慢慢推，欸，是啊，我已经赢30个百分点了，欸，哦，我还说刚刚开始，你记得吗？嗯，有，结果到12月，是法人开始密集买超的时候，股价来到8字头了，市场上一堆人都冲进去8、90的啦，嗯。冲进去8、90，我在这里很明确告诉你，股票能这样追吗？不能啊，你到底是想买来赚还是想买来洗嘛？今天一样在震荡，来哦，冲进去！你现在来看今天的震荡，假设你今天是最近冲进去的，啊，你不就被买来洗了吗？没有，对，股票不是这样操作的吗？没啦，要买来赚，当然不是要买来被洗。你光这三个月，嗯，你就听我的节目，是你看敦泰，哎，你这三个月，你这三个月专心听我节目，真的，敦泰就赚不完了，轻松赚，开心赚，50块就可以买了。你即便你动作再慢，嗯，听节目动作再慢，你6字头也可以买，可以啊。听节目动作再慢，公司出新闻稿，你66还是可以买，当然。听节目，你动作再慢，法人密集买超60、70的时候，70、80你可以稍微买一点，是。好啊，喷出去102、100个百分点了嘛，通通都赚到喽！再来，光这三个月，你听我节目，凯美，嗯，也很好赚呢，欸，有够美丽，是啊，太美丽了，42可以飙到92，好猛哦，120个百分点，光这三个月，嗯，美丽家人的嘉玲，50块给你飙到76块，有50个百分点，好好赚呢，欸，再加上光这三个月，哦，天天高兴。2605的星航运股大涨，大涨之前我都告诉你，你买了天天高兴，你会天天开心啊，天天赚钱，天天高兴，啊，记得吗？有，回去记得，天天高兴你就天天开心啊，有17块附近买一样可以飙到25，好可怕，哦，这样飙也40个百分点了呢。再来金鸡独立的金居，42也给你飙到56了，嗯，你听节目动作再慢你都买得到，3840很好买，4243也可以买，飙出去一样35个百分点了，你给我三个月，嗯，我给你这些股票你开不开心？当然开心啊，你给甜心老师三个月，老师给你的股票有没有给你全世界啊？天哪，今天就 很可爱 哦，我会员早一早跟我说，老师，哎，我赚钱赚到手会发抖，哎，啊，他抖不是因为天气冷，是因为数钱数到抖了，一下涨太快，太开心了，怎么礼拜一买，今天就喷涨停了，冷静好不好？50张会不会太少？开心呐，啊！这位朋友冷静好不好？你要灌洗。今天我带大礼，哎，但是这个大礼吼，针对粉丝。好哦，什么大礼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其实今天哦，这个粉丝跟我讲了一篇长长的，他在 LINE 上面发了一个短文给我，他说：“妍希，哎。”我今年齁不要讲远呐，我光这三个月仔细听你节目，他说仔细哦，因为他从年初就开始听了，但是他是这三个月开始天天听，一天听个2、3遍，有空炒菜就在听，就厉害，他就说，哎，他这很忠实，敦泰啊，我只赚个5块啊，哎呦妈，凯美啊，你讲这么久啊，我只赚个10块啊，天哪，你真的对不起老师，你看看，他今天跟我说，妍希，我是来认错的，我说我是想。认错，他说我认错了，我终于齁觉得我真的是赚钱，大家是比速度的，我觉得齁我还是认真认真跟着老师稳健操作，我不用这么辛苦，不用在炒菜的时候还在那边做功课。他说可不可以老师，我真终于在明年我给我自己的新目标，我要大赚，我不想只在不想只听节目只赚5块10块，我不想了，这种钱我不想赚了，我不想这么累了，嗯，我要来参加，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优惠？碎啦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讲，认错是美德，真的，你等着明年赚翻了，真的真的，你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，我觉得就很好了。所以我今天对粉丝特别带大礼啊，尤其是我们又要新年新气象，我们要迎接明年新的一道曙光哦。哎，你要知道哦，迎接曙光哦，你要知道曙光就是那一刹那，对，短时间，稍纵即逝哦。所以我真对，所以今天特别推出曙光的快闪。
优惠，所以就是超级优惠，老师，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快闪的优惠，时间很限时，又是来限量，我最怕听到限量哦，因为这个优惠很大，我不是像人家的一加一，我给你一加二。一加二，听好，是一加二，汇齐汇费我都双重给你优惠。那、你想要了解的哈，想要明年 double 赚赚 double，想要这样蹲泰啊，这样一波100%的好朋友哈、那你就趁着今天的曙光快闪优惠，轻松跟上喽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为了迎接明年的第一道曙光，老师希望大家呢，在2021年都能够轻松跟上，明年我们一起来大赚。电话拨通，来快很准的跟上一加二无限大快闪赚。动限时限量，有听到的好朋友走过路过经过来电把握，广时间一样留给您打电话喽。快进广告喽，0266303237，0266303237。来来来，为了迎接明年的第一道曙光，来快闪的专案活动给您，一加二无限大，限时限量优惠的专案活动，在迎接2021年的第一道曙光，给您超级优惠的专案活动，早来早享受，早来早赚钱，跟上甜心老师的脚步，老师的涨停板也会是你的。那么重点是，你回顾2020年，甜心老师给您的操作，甜心老师给您的标股，有没有让您赚到发疯？远的不说，说近的，那个标了11倍的爱普我们不说，那个标了这个6倍的六倍法亚诺法元刚我们不说，我们光说这一季近期给您的标股，近期给您的操作，来蹲泰短的时间100%，凯美四字头的股价给您一波涨到了93%、120%的涨幅，以及我们的金居35%，嘉陵50%，天天高兴，天天开心，买到了星星，天天赚钱，当然天天开心啦。以及呢，近期给您的新菜也是火辣辣，旭日东升，与时俱进，今天更是飙涨停，大盘今天完美的封关，给您的操作，给您的标股有没有让您完美的操作？与时俱进，今天飙涨停。直接让你用涨停板把2020年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那么重点是未来如何赚，迎接新的一年，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，我们不止赚，还要继续狂赚猛赚大赚。2021年来，明年想大赚的好朋友，把握我们这次一加二无限大快闪专案，汇齐汇费给您双重优惠，更要给您加倍的获利与财富，限时限量活动开跑，赶快手到来抢咯。02-6630-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。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拨智慧热线02-6630-3237，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精彩节目开始喽！出现海角的天边，忽然的瞬间，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魔力北极光，喜欢的语言，赶快去找不思议，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照亮我们。
来其实并不远，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，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魔力被激光，奇幻的语言，赶快去找不思议，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来，为了迎接明年的第一道曙光，2021年年初最大型最优惠的专案内容，一加二无限大，会席会费给您双重优惠，给您加倍赚，加倍的服务，更要让您加倍的获利与财富。来，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的旧会员，想提早续约升级的，全部通通都来。新朋友直接跟上，轻松跟上。活动限时限量，务必手刀来抢了。说到了2021年，刚刚在这个中场休息时间了，老师说，哎，我问老师，老师明年要专注什么样的产业个股？明年要怎么来赚呢？我早就帮你布局好了，我就知道老师这么的贴心。哎，但你看的是未来，赚的更是未来哦。对啊，你不要时间到了、哦、你才在追啊。阿德修班啦，需要就是像我们与时俱进，与、时俱进有没有轻松？我已经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我告诉你，与时俱进跟旭日东升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低档卡位、欸、？K 线直接敲出来看啊、嗯，你通通很好上车啊，真的啊。现在的涨停就跟你有关系了吗？有、哦、假设你愿意相信，欸、假设你轻松跟上、欸，那会员当然通通都有啦。是，即便小创高、欸，我还是认为刚刚开始啊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要告诉你，以后今年第四季还没到第四季前，你可以回去我的节目听。还没到第四季前，我说整年度记好，整年度最好赚的一定是第四季。哎、欸，是哦，你整年度第一季在玩小孩，第二季在过暑假，第三季就是整天出去游玩的话、欸，第四季怎样都要回魂嘛。欸、对对对，你现在就回来看就知道啦、哦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要告诉你，你要知道今年第四季很多上市柜公司的业绩，是大爆发的，是大成长的，财、报利多一定会非常漂亮，尤其是明年三月初年报。会非常漂亮啊！再来呢，近期外资已经连续三周买超台股，昨天买超的力道还是今年的次高哦，268亿哦。那个期货的净空单它一样在回补哦，所以其实很多的迹象，很多的蛛丝马迹已经告诉你，外资是持续归队，非常明显。这又套一句我说的，外资可以从今年初卖到10月，它可不可以从11月慢慢买，慢慢买，慢慢买？迹象我都告诉你嘛，对不对？那外资今年卖超力道还可以史上最大，台股也有在理外资吗？没有啊。外资那个卖超力道史上最大，我台股创历史新高哎、欸！那假设从11月一直买，一直买了，现在不就是一直买给你看了吗？我可以慢慢买，我也可以快快买嘛。我放完耶诞节回来，我就是快快买给你看，听好了。
所以你说明年的台股要涨到哪里？其实我今天齁节目就是今天是很开心的一个完美的收尾，因为我们股票涨停了嘛。其实我今天想要问齁，我不要问说从你年初到现在，年初像你听节目，你一定赚得到艾普，赚得到太极，当然赚得到元刚，赚得到像元金啊这种翻好几倍的股票，没错没错，赚得到亚诺法，因为我的节目就是持续讲一样的股票给你，讲一样的股票，有时候我都还会想说，投资朋友们不要觉得我啰嗦，真的不要这样觉得，不行，不能这样子觉得。你现在会觉得我啰嗦三个月的敦泰好开心哦，我啰嗦三个月的凯美好开心哦。老师，我甘愿你多啰嗦一点，我们的获利就会多一点。所以今天哦，其实我很想要问大家，就是说哦，年底了嘛，整年度了嘛，整年度的成绩单都可以拿出来嘛。我今天来教，我也不要把整年度的成绩单交出来。讲到艾普太远了，我们来讲第四季嘛。好哦，第四季你回顾第四季，我们光想到你第四季一跨季，我们就谁在赚玉邦啊？你忘了我七月在赚玉邦吗？七月一直涨涨涨涨涨涨到第四季的股票6449啊。有的，玉邦七月就从32块可以一路飙到64.8，光玉邦就100个百分点了。有的，还有呢，安吉呀，就不要把三雄拿出来讲，就安吉嘛，七月三上旬24块附近布局，到10月下旬也68了，哇，获利140个百分点。那再来呢？比特币是不是一直飙涨？有。比特币啊，连比特币都一直飙了，还不赶快去看一下汉讯，58就布局了嘛，飙到142。是的，你比特币，你看我的汉讯，光用一个月，就一个月的时间，获利就140个百分点了。那其他像广环科一样是第四季的股票嘛，对不对？西娘娘3287的西娘娘，六天。短短六天交易日哦，就飙出50个百分点，位数也一样啊，位数飙得更快，一样55个百分点，短时间就冲到了，快跟卷的赚。那美丽家人呢？嘉玲家人，那个家人就是在水一方，美丽家人就是永远在你身边，没错。我讲美丽嘉玲也讲很久，我啰嗦了很久，镜头我也拆解给你听过，对不对？50块就可以飙到76。有这一波一样50个百分点哦，金鸡独立的金鸡啊，啊，天天高兴买了不就天天开心吗？当然啦，航运航运，你人家一直在讲长荣航，啊，我天天高兴早就放着不要理他了，因为船产这种东西涨得比较慢一点，很正常。不过这盘漂不漂亮？漂亮啊，船产也会涨啊，有铜价、钢铁全部在涨，这盘不就轮动轮涨吗？也很好赚啊，很好赚嘛，也有40个百分点。其他像那种赚20-30%的太多，不想讲了啦。昨天不急被宰。对啊，你就讲近期，上周我一直邀请你，像旭日东升好了，我上周一直邀请你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它还是小小创高，它还是小小创高啊！问题还在底部啊！我想要跟会员那个成本脱开一点，哎哎哎，我希望会员买多一点，脱开一点，因为我股票你会发觉，我这个礼拜都在跟你讲旭日东升，我这个礼拜都在跟你讲与时俱进，我没有跟你换来换去，没有，我不像别人，我说过我的操作不像别人啊，我说我自己比较懒惰，可以吗？我不像别人这么认真啦，一下子 Murphy 涨就追 Murphy 啦，一下子游戏涨就追。游戏我没有，没有老师专注产业，他不是魔术师哦，好不好？我有这样，你才可以赚到扎扎实实的涨停板啊，当然当然，对不对？你才会有扎扎实实的获利啊，不是东追一个西追一个啊。有时候风险跟获利你要考量清楚。我是带全国的大部队在操作，我希望大家是稳健的获利，所以我喜欢买低档，我喜欢低档带你布局，我喜欢别人不来乱，我喜欢别人不知道。老师有孤独的勇气。就很简单，敦泰我在50块，我在光节目就一个月邀请你一个月，我可以邀请你一个月的，我就一直说他还在底部嘛，就同样的道理，与时俱进也还在底部啊，然后旭日东升也还在底部啊，你看哦，与时俱进这礼拜一买啦，今天攻涨停啊，你早点来是不是天天都可以买？当然了，时间很充裕哎，我操作就跟别人不一样啊，你需要跟别人抢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啊，你不要说就市场上大家都喜欢一窝蜂，所以我说你是要买来洗还是买来等嘛？不需要一窝蜂，真的不需要。而且你也要分得出个股的位阶，就像当时，即便敦泰从50涨到66，我还告诉你很低。你不是只看股价涨上去就说高，不是这个道理。你现在回过头，你100块现在回过头，60好低哦。对，60好低，70好低哦，好便宜哦。80反正再买也好低哦，反正都可以赚。
有、哦。可是你可以跟领头羊，领头羊，我一直强调，你可以跟领头羊操作，你为什么要去跟跟屁虫操作？是啊，你可以买五只头的蹲态，你为什么要买八只头的呢？对嘛？你可以买五只头的蹲态、哦，你为什么要去听节目、去看新闻、去买个八十几的呢、啊？不需要啊，而且50块就避震器都挂好了，我给管他怎么震？哎，不需要，不需要管他哦，我管他怎么震，就让他震啊。买到忘记了也有100个百分点，就是这样、啊。所以要这样的操作才开心，所以今天好轻松。今天这个粉丝就是讲出他的心坎里，就是这样，他不要这么累的过日子，日子应该把时间花在美好的事物上，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，多花点时间运动，把身体顾好，这才是人生的目标。对的，这才是人生最需要重视的事情。是赚钱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，这样好吗？好哦，多花点时间陪陪你心爱的家人，然后呢，赚钱事情就直接交给甜心就对喽。来，为了迎接明年的第一道曙光，我们的一加二无限大快闪的专案活动限时限量开跑了，你早来早享受，早来早赚哦！跟上脚步，把握一加二无限大快闪专案，甜心的涨停板就会是你的，来手到来抢喽！电话拨通，广时间留给您喽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新年快乐哦！快快快，进广告喽！02663032370266303237，2020年台股完美的封关。甜心老师给您完美的操作，完美的获利，封关日继续来赚涨停。这档与时俱进45X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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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
相信您通通都赚到咯，已经塞金库咯，也让您在2020年封关日完美的赚涨停。不管您在2020年的绩效如何，重点是在2021年全新的年度，全新的季度，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您的操作可以领先布局，您的操作可以买在底部，您可以当个领头羊，不要去当个跟屁虫。就像是敦泰，你可以当个领头羊，买在五字头，跟上甜心，你买在五字头，你跟着那些跟屁虫，你会买在八字头，你会去追高，何必呢？真的不需要这么的辛苦，真的不需要这么累，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，新的契机。在2021年，我们除了要赚的满满满，赚的欲罢不能之外，我们更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把握我们的一加二无限大，跟对人爱对人，赚钱轻松又愉快。一加二无限大，汇齐汇费给您双重的优惠，更要给您加倍的获利与财富。活动是限时限量的，所以亲老朋友，我们的老会员旧朋友，我们的家人们，提早续约升级的全部拢会使。新朋友一通电话轻松跟上，02-6630-3237 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